大爷，您不能在这儿睡觉，我们马上要上课了。那是谁呀？。欢迎你们来到美国琼斯博士农林研究所中国区招募的面试环节，组培实验现在开始。有哪位同学能告诉我，世界上有哪些著名的苹果？乔布斯的苹果。对，就是咔嚓要扳扣那个啊。掉在牛顿头上的苹果。就是吧唧掉脑袋上那个啊。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的苹果。恭喜大家来到面试的最后一个环节，请拿出你们的智慧和勇气。第一个测量出玻璃柜中苹果甜度的面试者将被录用，祝你们好运。老师，老师，箱子打不开呀！这苹果根本取不出来。恭喜你，陆超同学。那么我今天讲的这个苹果也将是世界著名的，你们知道它在哪儿吗？它就在太行山。超啊，老师，刚才的答辩不错啊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论文写在太行山上。哦。陆超，陆超。你怎么才来？我有个好消息和一个更好的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一个？先听好消息。好消息就是，你拿到了琼斯教授的录用通知书。那更好的消息呢？更好的消息呢？就是以后我可以天天缠着你了。陆超同学，你的论文《太行山生态经济产业林体系初探》答辩通过，决定授予你博士学位。祝贺你。我举贤不避亲，这个孩子呢在学习上很刻苦，在专业上很有天赋，可以说是个难得的人才。我建议留校。我也觉得陆超同学很优秀，但是对于未来的选择得看个人的意愿。陆超啊，说两句。陆超啊，这个主意得你自己拿呀啊。首先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们对我的培养。我想。去美国。老师，老师，你听我解释一下，我就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老师，我去。老师，李老师，高地下大雪了。这次30年一遇的倒春寒现象，对我省农业将产生严重的影响，尤其是太行山一带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农作物种植区，不及时防护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。各相关部门要立即做好防护。别挡道啊，起来呀，起来起来。
老师快上来，赶时间要紧。摩托，哎，摩托，是陆超，陆超，是陆超，李老师，李老师，李老师，嗨，大伙上山了吗？哎呀，能上山的都上山了，果树上的雪啊，全都摇下来了。好，一定要检查清楚，不能让积雪压在枝叶上。雪花吸热，准备柴火，眉目六对，熏烟升温。过不去呢，来，李老师快看，有人上去了，有人上去了。吃药了。李老师，我都统计了，肯定是要减产了。大玉岭的板栗、绿岭的核桃都减产了，冈底光靠苹果，产业太单一，我觉得肯定不行。这点损失我们还赔得起，冈底还有点家底。我考虑啊，关于产业升级的事儿得提前了。产业升级那得动老本吧，咱得好好想想。小牛，你还记得咱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吗？谢省里派救灾组帮我们解决困难，要我说，最直接的还是增加救灾款，农民拿到钱，人心就稳。我觉得这次救灾任务呢，圆满的告一段落。接下来呢，该拨款拨款，该恢复生产就赶紧恢复生产，啊！哦，对了，要马上种上苏生林，短时间就能收到效益啊。没有什么事儿，散会。哎，那以后怎么办呢？哦，年年有灾年年救吗？你这是短期行为啊！一，破坏了土壤的肥力；二，抑制了周边农作物的生长；三，保国同志，我们目前要解决的是救灾。什么是救灾啊？救灾就是不光今天不挨饿，还得明天吃饱饭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同志说的还挺有道理。啊，这是我们冈底的新支书杨双牛同志，冈底的，年年是政府的救济，在太行山区，穷的都有名了。哎，你说我们有饭吃，
你给出出主意啊，怎么才能有饭吃？你们不是种了很多苹果吗？这些苹果树就是钱罐的。我们岗里的情况不一样，土质特别差，没雨的时候渴死牛，有雨的时候都流成河了。那山上结的果子又酸又涩，根本就不行。你说的不对，钱丹玉的情况跟你们是一模一样。后来经过于宗正老师的山水林田路的综合治理，一切都解决了。于老师那是大专家，人家也不能到我们村来帮我们。我就是于老师的学生，科学管理，科学种植，有了这些苹果树，岗里就能吃饱饭。报告同志，你一个农大的老师，你了解这个地方的情况吗？你一年才来这几次啊？喊口号啊，没用。我李保国从来不喊口号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我们走着看。全体村民注意啊，下午两点小戏台集合，农大李保国老师来给大家上课。叔叔，你有真苹果吗？叔叔这儿有糖。哇，谢叔叔。少军书记来了啊，给我。李老师啊，我们这个岗里村呐、啊，除了领救济，人能骑，其他的还真不行。不着急，再等等。吃吧吃吧。站住！干嘛呀你？你们干什么呀？小戏台上课发钱，你赶紧的。听完再发五块。哎，拿好。哎，我的，你的。我这印的钱是真的假的？乡亲们，我们讲第一堂课，书花。什么书花啊？还梳头呢？没事，不梳全就行。同学们。哎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静一静啊，静一静。乡亲们，这个就好比一个树枝儿，依据花量，我们选择一个粗壮的作为花序，只保留一个中心花或者一两个边花，做果后再行定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一个花序只保留一个果。教授，你说的听不懂啊！等等啊，你坐着。哎，李老师啊，你再讲的简单点。简单再说嘛。说白了，就是这个树枝留一朵花，这个树枝留一个果。啊。李老师，一朵花一个果，一把钥匙一把锁，是吧？这眼下我们还嫌花少呢，你还让我们都捡了，我这不疯了吗？我大燕子，你是嫌钥匙太少了吧？你，走了啊！这话哪能说？不行，哎，老乡们，乡亲们，乡亲们，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啊！李老师还没讲完呢。哎。乡亲们都别走啊，回来，都回来。快快，碗就没了，快。村委会领导，谁去吃饭？谁去吃饭？哎呀妈，拿饭！
受不了，有一顿吃饭。接着上，菜齐了，没了，没了，一盆儿啊！书记，不够吃啊！哎，李老师，你自己吃一盆，让我们这么多人吃一盆啊？哪有这么请客的呀？这也太寒碜了！都是寒碜吗？寒碜！哪有这样的？我不这么认为，同样是这一盆菜。你们一堆人吃不饱，我一个人吃不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呀？抢着吃啊，就是吃不饱。这跟种果树是一个道理。什么道理啊？他说什么？你们想想啊，树上的营养就这么多，一根枝上结一个果和一根枝上结一堆果，它能一样吗？结一个果的肯定是又大又圆，结一堆果的肯定是又小又扁。乡亲们，我说的是这个理儿不？李老师，查姐，这经过长解决。李老师来了啊！哎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！李老师又给咱们送新技术了啊！来，让让让让，让开让开！这是啥呀？我给大伙送礼来了。乡亲们，这个是专业的苹果生产袋，用上它，果好看，不招虫，产量高。也就是说，咱们岗底的好收成，全靠它了。嗨，这个呀，哎，这个袋儿我见过啊。去年后山郭子村，他们村的梨呀、套的全是这种袋儿，结果到秋天的时候，那梨全都烂在袋儿里，冻得他们全村。不是真的，砸锅卖铁的，那才叫真的锅破家亡呢。就是，他们村的村民把这个袋儿叫那个段子绝收袋。那个乡亲们啊。他们说的这个情况啊，我了解。我这个袋儿啊，是国内最好的，一毛八一个。一毛八一个，卖袋儿还得花钱吧？哦，李老师，原来你是过来卖袋儿的呀？那我们就回了。哎哎，别走别走，大家听我。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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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说卖了？谁说卖了？白送。人李老师自己花钱买的袋儿，这情咱得领啊，我带头。领五千个，都得领啊！不领不许走，先拿回家。回头我挨家挨户教你们技术。老子，哎，你领一万个。啊！苹果袋不穿过，这玩意儿他擦屁股太硬了。你瞎起什么哄啊？去，这可是国内最好的。不是说白送的不要钱吗？那你的意思还要我们赔呗？李老师，我们不早就说了吗？不套那段子绝收袋是吧？你们家多少亩地？十二亩啊。一年挣多少钱？3000多。不止。我赔。你说啥？你听好了，只要是套上这个袋儿，赔了，算我的；赚了，
算你们的。这么多人，你赔得起吗？赔你这样赔得起吗？多少钱那是？上下嘴唇。李老师，李老师，你别跑啊！还不说话了？你干什么你？胳膊肘往外拐拐。这是我的存折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保定还有一套房子。还真赔，到时候你都点点的回了保定了，你是多干净了，那谁帮我们呢？对，别闹！哎，我保你，我们家还有12亩果园呢，我保你。说法去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帮我！快！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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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给！这凭什么？你说，胡夫人有这么白的吗？就问你，我早就跟你们说了，这白给的袋不能套，都不信，非得让我套。你说这一年。这不白忙活了吗？让他赔钱！别吵了，都别吵了！都别吵了！李老师，咋回事儿？再等等。等等，什么时候啊？我说什么来着？我要你别套，你非要套，你看这饼都白成什么了？我就不上那个套。你看看我的，好啊！你看！这能等到什么时候？回去！回来！先回去，回去！你拿个屁呀！你不要钱，我们还要钱呢。再等等。是啊，现在这儿也没外人，就咱俩，你给我交个底儿，咱这苹果到底能红不能红？再等等。还等啊？这不已经等了三天了吗？那就再等三天嘛。再等三天还不红呢？咱俩第一次见面，你说让我信你，我信你就能过上好日子，我信你啊！我多想带着大伙过上好日子，可是我没这本事啊。你是教授，你是专家，我信你。你要是把我们村当实验室，这我不能同意啊！请你相信我，一定会红的。我是想相信你啊，你得让大伙相信你啊。农民信什么？农民信的就是能过上好日子，能吃饱饭。双牛，我也是农民出身啊。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李保国，你在村里做什么了？为什么大家伙都说孩子的父亲是个骗子？行了，别哭了，你说话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我看看，怎么了？别哭了。这是少牛书记，这是我爱人郭素萍。书记。我去看看。
连累你了，要不收拾收拾，明天咱回去。回去？等着。还挺自信的嘛。迟早他们都会信。 产业升级的事儿，我有很多困惑。慢慢来，产业升级这事儿，急不得。我在这里治理黄山，也有几十年了。哎呀，这时间啊，是最慷慨的。记住了，不管啥时候，都要站在今天看明天。老师啊，我记住了。 有句老话是怎么说来着？啊，对，撸起袖子，加油干。第二组爆破准备完毕。好，准备爆破。 哎呀，李大教授，好不容易把你请来了。咱们今天的主要议题就是凤凰玉
以前岗底是个贫穷村，这是出了名的。可凤凰玉呢，还算得上富裕。可近十几年，怎么这个岗底就跑到凤凰玉前面去了？说明岗底的模式很成功嘛。我看呢，第一步就从凤凰玉落地。岗底现在都在寻求突破，面临产业升级，难道凤凰玉只要简单的复制吗？我认为马上升级一步到位。李教授，你倒是说说怎么升级，怎么到位啊？多样化种植，打造生态经济沟，山顶种林，山腰种板栗，山底种苹果。李保国同志，你是大教授又是专家，你不知道这个凤凰玉不适合种板栗啊？对呀，是啊，这可不适合种板栗，不适合种板栗。你说的不对，你做过调研吗？这儿的土质、气候、水文条件十分有利于板栗的生长啊，它怎么就不能种板栗了？我希望你呀，多下去走一走。咱们都是党员，要实事求是。保国同志，你去哪儿？我还有课。哦，那个才好。哎，叔啊，哟，超哥，超哥，超哥，你都博士了，还跟我们一块儿听课呢？咱们把手机拿出来啊！农大大神莅临现场，该拍照拍照，超哥，该发微博发微博。超哥，那天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听说可神奇了，你给我们讲讲。走走走，鲁超，我们是学农业的，读书做研究，我们研究什么呢？老百姓需要什么，我们就研究什么，把科技转化为生产力。必须让技术长在泥土里。同学们，太行山治理走了快40年，从我的老师余宗周他们那一代开始，用了20年的时间，把这儿的荒山变成了绿洲。我们这一代人也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，让这儿的绿树结出了红色的果实。那么接下来，你们这一代人来干些什么呢？陆超，你来回答。站前面来。我们应该有一套完善的生态体系，它是以林果为主体的山、水、林、田、路协调配套，合理布局的生态经济系统。我想这套系统应该是便于复制、推广，既要有显著的生态效益，还要有显著的经济效益。对，这就是太行山治理的下一个目标。说容易，做很难。这条路，你们还有勇气走下去吗？还能再走20年吗？能超越吗？哎，超哥，你说呗。陆超，你怎么来了？过来呀！这是谁呀？超哥，坏消息，更坏的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我想先听坏消息。琼斯博士的录用通知书下来了，就差你签字了。那更坏的消息呢？我怕你去不了。你让我自己先想一想好不好？
同学，能接一下你的项链吗？同学，你要干嘛？可以啊。陆超，我爱你。我。同学，你跟我来。陆超，我对你的爱是发自内心的。希望我们到了美国之后，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旅程。娶我吧。干什么的？干什么的？你要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你还笑？你笑得出来呀？你教的什么学生啊？公共场合影响太坏。哎呀，年轻人情不自禁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什么叫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哦，我说这个方璇怎么这么理直气壮？根儿在你这儿啊，老梁啊，年轻人不懂事儿，你也不懂事儿。我这事儿别赖我，我知道。对于陆超去美国，你心里有疙瘩。你不管好自己的学生，拿别人撒什么气啊？我撒什么气了呀？要不是你们班那个方璇拽着他，他去美国干什么呀？他需要去美国吗？老梁啊，今天什么时代了？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关注着中国，留在太行山就是他最好的选择。老李啊，你看问题是不是太片面了？陆超去美国学习一段时间，把好的知识和技术带进，有什么不好的？你把他留下来，扎在太行山上，这选择就正确吗？你挺欺人呢，你。你不应该这么做，你没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。我爱你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这有错吗？这当然没有错，可是没有人喜欢被逼着做决定，你明白吗？可是我没有逼你做决定啊，我们俩一起去美国不好吗？陆超，老师，我只是想去外面看一看。你看什么呀？你 out 了！我不希望你这个海龟变海带，海带成海菜。你总得让我看看外面的山有多高吧？一个人呐，别整天想着爬多高，你要想想你这个根儿扎多深。你老师这一辈子最骄傲的，就是把我变成了农民，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，在我心里。最高的山就是太行山。那是你的想法。你看你别光吃饭呀，吃点菜，多吃点，这有营养。师母，我真的搞不明白我到底哪儿做错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不是不想让你出去看看，他就是认为这儿更需要你，你的未来在这儿。吃着药呢。树得剪，人得管，干什么呀？这是，爬得高，不代表你能走得远。师母，我吃饱了。老师，
十七日早饭后，一眼望见郭素萍也正去教室，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着。我问他：“你有对象吗？”他爽快地笑着说：“我有对象，那才是天大的笑话。”过了两节课，我的心还未稳下来。你这从哪儿翻弄出来的？你哎，你自己写的，自己念。念呀。我的脾气跟小孩一样，一直控制不好。大点声，听不见。一个人的脾气跟他的格局有关系，我要控制好自个儿的脾气，不要老让别人难堪。我发火，自个儿事后也觉得狼狈，简直没有一点克制自个儿的能力。复习复习。陆超的事儿我想通了，你得帮我把这个小子留下来。老李，这事儿昨天不是说清楚了吗？啊，你留下他干什么呀？干这个？前方路口，请左转。右拐。你已偏离航线，请掉头。执行。老师，我们这么走是不是绕路了？按你那么走更绕。人呢？这辈子就怕走错路。哎呀，这太平整的路，也容易被奶呛死啊！哎，这次红树莓疫苗的事儿，你全程负责。李老师啊，您说，当初种这个苹果，我能理解，但是咱吃过，我也爱吃。你说现在种这个红树莓，咱也没见过，这么大一点一吃就没了，那万一要是赔了呢？啊，来，少牛，那你说当年这些水果你都见过吗？没见过吧？消费观念升级了，咱们的观念也要升级。别忘了，当年要不是咱大胆创新，壮士断腕，咱岗底的苹果也不会有今天了。喊啥呢？老哥来了。啊，昨天给那价太低了。加一毛，加一毛，我这些你全拉走行吗？亏点我认了还不行吗？那是昨天的价，今天我给你一口价，五毛，不卖，是不是？我，喂喂喂，干啥呢？这是、啊，我卖。多少钱一斤呢？五毛。就这破苹果还五毛啊？三毛。啊。卖。你疯了吧你！我们不缺钱，才疯了。卖！哎呀，干什么呀？卖呀！三毛，那得全包院了，全包过去。等等，你卖不卖？不是你，
卖一大块，怎么卖？我卖了，我卖了，多少钱呢？不五毛啊？五毛？啊？这三毛四毛，都抬过去。哎，陈坤，有病吧你？品种，我这是品牌，叫红彤彤，一块五一斤啊！别捣乱！我太欺负人了，你叫啥也是我的苹果。下去！你前天三毛钱收的，到我这苹果来，三毛钱收的，他们是骗我，他们是非要收我钱。回去我就把他砍了。说这些没用的干啥？这真是个问题啊，回头我们得想办法解决。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乡亲们，咱们今天做个游戏，尝苹果，猜价格。我尝着，有股子南瓜味儿。这吃的跟咱村的苹果不一个味儿吗？那行，猜猜价啊，猜猜。一块。嗯，凭良心说吧，嗯，差不多一块五吧。哎，不不不，大家不能乱给价格。我觉得这果的口感挺不错的，城里怎么也能卖上两块钱吧？哎，陈坤，两块，你咋不说五块呢？哎，大燕子说对了一半，五的后边。加个零，五十一斤，五十一斤，哇，五十一个。教授，你这苹果它是想哪斤啊，还是欠哪铜啊？五十块钱一个，对呀，这是我在城里超市买的进口苹果。李老师，我觉得咱村苹果可不比这个差啊。对。照您的意思，咱村苹果也能卖上这价格呗？咋的？还嫌吃亏没够啊？刚才陈奎说的没错，咱这果子不比他的差，可为什么人家卖的这么高呢？能骗呗。要想卖的高，离不开两个字儿：品牌。很多人以为我李保国只会种苹果，我今儿给大伙儿透个底儿，卖苹果也是我的强项。过来看啊，这儿惊喜，这儿惊喜啊！李老师，我来，来呀来呀，过来看呀！大家好，我是农大的老师，按说呢，我不应该站在这儿，但是今天。我给大伙儿介绍的呢，是我们自个儿种的，有身份的苹果。看见我手里这张卡了吗？它就是苹果的身份证。你只要这么一看，这个苹果谁浇的水，谁施的肥，谁套的袋，谁摘的果，也就是说这128道工序，一目了然。这苹果还有瞎说啥呢？农民兄弟啊！种个苹果不容易，正是因为这种不容易，才不能弄虚作假。我相信人有人品，国有国品。我真心的希望大伙儿尝尝我们这个有身份、值得信赖的苹果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有那么深吗？我尝尝。
老板，您尝尝。尝尝，先尝尝。哼，好吃。好吃，哎，尝尝。卖早了，这肠子都悔青了，还不都怪你，非得卖非得卖，这少赚多少钱呀，你死了都怨我，那不怪他老猫吗，都怪你，那谁非得哭着喊着跟着我去卖的呀，我哪知道他是骗子呀，挂羊头卖狗肉啊，不对，挂狗肉卖羊头，我倒是有个法子，怎么赔的我就怎么装回来。哎，要说还是咱们港底的苹果好吃，自从在展销会吃了港底苹果，那回去吃别的苹果那都没味儿。冰火，来来来，把这箱苹果给赵总打开，来尝一个。我们港底的苹果，不洗都能吃。真的？哎，这我还能骗你？来，打开，打开，打开，来，打开。这个不，这个不洗就能吃。这个好。这个不用洗。你让开。不是这个。让开。你们港底真牛。村的面子都让你们给丢尽了，照你这么下去，以后咱们港底村的苹果都烂在树上。你们说怎么办？刚才不是已经给人承认错误了吗？现在回去，把所有的箱子打开，一个一个的检查，一定要把最好的苹果，港底最好的苹果给他们，一个都不能有问题。送他1000斤，不行送他2000斤。2000。啥叫品牌啊？品牌就是名声。一个苹果坏了，我们可以扔出去；一个人的名声坏了，一辈子也捡不回来。停下来干什么？呀，李老师，要不算了吧？下去！老师叔，你快劝劝吧！李老师，我们认错了还不行吗？我说句公道话，老孬他们几个是有错，该骂，该罚。可这苹果是咱们全村人的血汗呐！对呀，你为这苹果受了多少累，吃了多少苦啊！他们不要了，咱也不能毁了呀！是啊，上天留情的李老师。李老师，就算我求你了。老是有人说咱农民啊，心眼小，爱算计，说这话听着多刺耳。李老师怎么说啊？李老师说中国农民最善良，最勤劳，他想带着咱过好日子，吃多大的苦，受多大的累，他都心甘情愿，帮咱们种苹果，还想尽一切办法帮咱们卖苹果。老孬，大燕子，你们说你干这事儿？大伙说，这苹果压还是不压？压了，我知道可惜；可是不压，咱就不知道疼，咱就不会长记性。咱得对得起咱自己这张脸，咱也得对得起李老师啊。要我说啊，咱今天必须把这苹果压个稀碎，
李老师，呀。港底人，好样的！太行山人，好样的！这苹果我全要了，明年你们苹果丰收了，我还要，到时候你们要什么价，我都给什么价。李老师，这一年多啊，可真辛苦你了，分你的，到时候分工。你算一算，何不能？我们两口子都是大学教师，有工资。都准备好了吗？以后这事儿不要再提了啊！哎，来，转转转转转转。前阵子咱们这儿遇到了倒春寒，啊，在李老师的帮助下，咱们渡过了这个难关。李老师老是跟我说啊，咱们村啊现在需要多样化种植，产业需要升级。所以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我想通了，咱们的鸡蛋绝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我给大伙儿介绍个新朋友啊，还新朋友，梁老师都老朋友了。欢迎梁老师。这个新朋友可不是我啊，这个新朋友就是他，红树莓，俗称覆盆子，营养丰富，在国际市场上呢被誉为黄金水果，在我国呢也是有东北地区有规模化种植，港底的自然环境啊完全适合红树莓的引种。这什么好事啊？哎，李老师，那咱们干吧。现在是两个问题，一个是钱，一个是地。钱村里可以出一部分，但是恐怕不够，我们可以想办法啊，向银行贷款吧。贷啥款呀？钱咱们大家伙拿呗，是吧？对呀，我们大伙一块凑来点，我们大伙凑一凑。现在最关键的是地，大伙知道咱们这儿平整的地比较少，比较适合的就是河滩的200多亩地，但是呢，但是什么呀？那河滩上，毕竟种着20多棵苹果树啊。砍树？怎么不过来跟你商量呀？老农，哎，老农，这不说急就急了呢。哎呀，老农，老农，哎，这是好事儿哈。你想，这咱眼光是不是得放长远点啊？对呀，把苹果树砍了，那都是要了我的命。这不是为了咱们整个产业升级吗？是吧？对呀，升啥？升级？你咋不升天呢？走！哎，老哥，走！疯了吧你！老哥，李老师，我们去老闹家了。我跟大燕子苦口婆心的给他讲这生机的重要性，给他讲这红树莓。哎，行了，你说，老闹不同意砍树，用水把我们泼出来了。他不同意砍树，我能理解。嗯。这样吧，我们后撤50米。同志，能不能想想办法？我们确实很急，必须今天发车，明天肯定来不及的。有车就不错了，要不你们自己想办法吧。哎，同志，勤喷水，护好苗，只耽误一天，应该没问题。李老师反复叮嘱过，就这么定。梁老师，这怎么办？还是我大意了。你看看这些苗，这都不行了。把枯死的苗捡出来，剩下的马上下种。
就这么完了啊？李老师，这批苗还有救吗？确实晚发了一天。这一切的责任都在我，在我。梁老师，这些苗赶紧送到实验室里，化验分析一下。我自个儿来吧。双妞，把那些没死的苗子搭上架子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赶紧回去拿东西。快去吧。好的古树不种了，非要种这个破，什么梅，全没了不？是啊，你幸亏没砍树，要不然，你也没了。你这是惦记我呢，还是咒我呀？哎，咱俩认识有二十多年了吧？我记得我头回到这儿来上课，是你小子带头起哄吧？我第一次给大伙儿发那个苹果袋儿，是你啪啪的往窗户上呼。哼！后来好不容易这苹果卖出去了，正是因为你，咱的买卖差一点黄了。有这事儿吧？哎呀，你呀，你是个人才呀！哼。不过，幸亏有你的监督，时时刻刻的提醒着我，啥才是老百姓的命根子。老闹兄弟，谢谢你。你这个苗子埋地太浅了，扎不住根儿啊。啊，回来了，先吃饭。往北面。啊，袋儿装的。哎呀，您闲那会儿啊，咱俩就经常吃这个。呀，要是有点儿……嗯。要是再有点儿，吃醋好。嗯，都是这个味儿。嗯，好。那。那啥，那个包括这批苗全完了。包括，他现在这个病已经非常严重了，随时危及生命，为什么不早治？他说这进了医院啊，就由不得他说了算，这医生要是把他扣下了，他可就出不去了。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？他觉得有。
爸，医生说了，你要不想手术，就只有一个办法，静养，绝对的静养。医生的话也不能全信。是的，怎么？这是干什么？你把事儿剪成这样，这不是会输吗？想当初啊，洪淑梅要是种在这块地里，兴许啊，她就活了。要说这个李，保国教授啊，跟我们是非亲非故，可他是真心实意呀，帮着我们脱了贫，还治了富。现如今，他是为了这红树梅急火攻心，住了院了。你们帮我把这树砍了，把根儿也起得干干净净的，把地翻出来种上红树梅，兴许他这病就好了，啊？哥，哎，老闹，起开。摇钱树啊！不，摇钱树。老师，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下雨不是主要原因，还是苗晚到了，再加上我们移植不够及时，所以。陆超，你能不能？不急。如果想要成功种植，一定要压缩运输时间。爸，你干什么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逞能？逞什么能啊？人活着就得干事儿，爸，你能不能不折腾了？难道你的心里就只有苹果和红树梅吗？难道你就不能想想我和我妈吗？儿子，爸爸欠你们太多。等我退了休，我好好的补偿你们。老师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我都会坦然面对。活着干，死了算。你看，谁来了？这急性子一点儿都没变。老师啊，在我身后，我总感觉有样东西在追着我，让我停不下来呀。追你的就是时间，这时间啊，最慷慨也是最吝啬的。
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，这太行山的改造那不是一代人的事儿，这就是接力赛，一棒接一棒才行。老师啊，有的时候我感觉真累啊。老师知道你累，挺住了，挺挺就过去了。双牛，双牛，这鼓打得真好，有劲儿。于老师，这是我们太行山的传统，遇到难事的时候就把这鼓打起来，鼓声一响，人心就齐。我觉得什么难事都能过去。于老师，你好不容易来趟，跟大伙说说。哎不，咱们欢迎于老师给大伙讲讲。进山日子久了，还真不会讲话。哎，对，好啊，哎，过来。当年我带着宝国进山的时候，你也就这么大。那时候咱们太行山穷啊，那真的是半年糠菜半年粮，日子苦成那样。知道我们是进山治理荒山的，把家里坐月子的鸡蛋都给了我们，这份情谊我于宗周一直记着。那个时候我就跟宝国说，太行不复，我死不瞑目。乡亲们，国家培养我们学农业，就是要帮你们早点过上好日子。咱们太行穷过，落后过，可咱们的百姓呢，从来没有认过输，自古燕赵多壮士，从来太行出英雄。这股子精气神，那就是太行山的脊梁，也是咱们中华民族的脊梁。要我说，这大鼓咱还得打起来，打出咱们的精气神。宝国，这鼓你得打。哎，杨老师，来来来，你来。鲁超，哎，我是
吕老师把自个儿留在这太行山，他没有遗憾。我爱这儿。如果有一天我也没有遗憾，头啊，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儿，别留遗憾。老师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，我要保好我这一棒。我们河北省农林办一定要把精准扶贫的每一项政策具体的落到实处。主任，李保国教授要见您。李保国？对，就在门外。请他进来吧。明白。李教授，请。李保国老师，什么事儿把您急成这样？红石煤项目遇到了困难，上一回的苗因为耽误在路上，全都烂在地里。这一回的苗如果不能在48小时以内下地的话，岗底升级的事儿就彻底毁了。不是，这事儿你应该找交通部门的。请你帮帮老百姓。省领导、市领导都来电话了，苗已经装车发出了，我代表厉省人民表个态，苗一定先到，其他车一律让道，保证我们的运苗专列优先通过。岗底是咱们省农业的排头兵，要是处理不好，损失太大了。现在洞在哪？刚进太行山，要是绕路的话，时间来不及了，那这批苗可就毁了。高省长，要这么大动作？农民的事儿，就是天大的事。哎，集合！山的老百姓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牺牲，今天他们遇到了困难，需要我们支援，我们有没有信心完成任务？出发！
黔南玉、葫芦玉都联合起来，成立股份有限公司，把大伙拧成一股绳，带领大伙继续往前走。有你帮着大伙，我们这日子会越过越好的。老哥哥呀，假如有一天我要是不在了，这些事儿你可一定要扛下去啊。哎，别瞎说。时间陪我玩，爷爷想你了呀。爷爷，你怎么这么忙？你每天都在忙什么呀？哎呀，爷爷呀，在忙着建一个幼儿园，有小苹果班，有板栗班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刚建立一个红树莓班。哎呀，里边的小朋友可调皮了。爷爷，哎，我现在已经不调皮了，已经长大了。爷爷，你看，我都会滑冰了。爷爷好棒！等等，把你奶奶叫出来。回来了。生日啊！你啊，今天几号啊？11号。十号。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脑子！哎呀，我这辈子从来也没浪漫过，好不容易浪漫这一回吧，还浪错了。大专家，抽空啊，把这歪歪扭扭的金局给修剪一下，赶紧的，过了12点陪我吃蛋糕。哎，
等等，师母，你们老师最怕麻烦，还是按照平常的样子吧。我在岗底等你们。我兄弟回来。百姓需要什么，我们就研究什么，必须让技术扎在泥土里。你总得让我看看外面的山有多高吧？最高的山就是太行山，别整天想着爬多高，你得想想你那个根扎多深。你老实这一辈最骄傲的就是把我变成了农民，把越来越多的农民变成了我。无论遇到什么情况，我都会坦然面对，活着干，死了算。
太行，王屋二山，方七百里，高万仞。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，面山而居，成山北之色，出入之迂也。吾与汝臂力平险，直通豫南，达于汉阴，可乎？何取至走曰：汝之不会，以其残年余力，曾不能毁山之意吗？愚公常惜曰：如心之故，故不可彻。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；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孙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。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；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孙，子子孙孙，无穷匮也。虽我之死，有子存焉；子又生孙，孙又生子，子又有子，子又有孙，子子孙孙。农民徐秋是个什么样的？我怎么从这个角度去把我的山治好？哎，把我的树种好，这是要把我变成农民。把农民变成我呢，就是要全力以赴提高农民的素质，把我们的农民个个变成专家。好，农民打交道的过程当中，写好我们的论文，做出我们的事业。用我们的实际水平，用我们对地方经济的贡献来展示我们论文的水平。所以呢，我认为我的主要论文必须写在太行山上。